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9月20日的英文新闻。首先我们要看到布莱德比特 Brad Pitt， 好，他是 Angelina Jolie 的前夫，好，就是他们已经离婚了。那他最近做什么事情呢？好， Brad Pitt makes surprise debut as a sculptor at Finland Art Gallery。 好，这是主持是布莱德比特，动词是 max。好， surprise debut 是你的受词，令人惊喜惊讶的，这个 debut 就是出道，好，第一次发表，就是专辑啊，然后演电影啊，这个都可以叫 debut， T 不发音。好，那作为什么呢？介系词这边作为是一个雕塑家，好，大家都知道他是演员，对不对？那个这写的真的很夸张，这边就是大家知道布莱德比特的脸是由神雕塑的，太夸张了，但很少人知道他是一个雕塑家，我觉得这新闻稿写的真是有点夸张。 anyway， 好，回来这边，那这个在芬兰，好， Art Gallery 就是艺廊，好，艺廊。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Brad Pitt has unveiled his sculptures in a lakeside art museum in Finland as part of the actor's first ever public art exhibitionThat came as an unexpected surprise to the Nordic country. 好，这是 Guardian 的新闻。那这边的句型都很简单，所以我就没有再做解释。好，布莱德皮特是你的主持 ，has unveiled。好，这是你的动词 ，unveil 之前我讲过 ，veil 就是面纱吧，面纱揭开来就是展示。好，就是第一，就是让人家知道这样子。好，展示他的 sculptures 就是雕塑品。好 ，in a lakeside art museum， 好，在一个 lakeside 类湖嘛，湖边的艺术美术馆，好，就是艺术博物馆，应该就是像美术馆这样子。好 ，in Finland， 在芬兰，刚刚有讲过了。好，作为这个演员的 first ever， 刚前面用 debut 对不对？好，这是标题，所以它没有标点符号啊。这个呢是句子，好，它把改字变成第一次的。公众的好 ，art exhibition， exhibition 就是展览会那种展览。好，这个展览是怎么样呢？好，形容词子句从 let 到 country 这边。好 ，that 指的是展览 ，came 啊这个展现了。好 ，as an unexpected surprise， 它展现是作为一个怎么样令人没有想到 ，expect 是预期的，对不对？令人意外的惊喜。好，对这个 Nordic 就是北欧的，好，北欧的国家这样子。好，带大家看一下它的展示有哪些。这个就是他的作品。好，还有呢，这也是他看不出来这是什么，对不对？好，这样。好 ，aiming at you, I saw me, but it was too late this time。好，这是这八个人，好，就是有持着枪这样子。好，这是一个他的雕塑。还有这个呢，再更好笑 ，coffin size bronze box by Brad Pitt。好，这是棺材大小的这个铜的盒子。好，这是雕艺术品，就大家不知道，可能不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大家有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他的关系，就是跟 Angelina 关系失败了，然后就反省检讨自己，然后做了一些雕塑品这样子。好，对于他的人生这些。好，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Guardian 的新闻。好，我们再看一次 Brad Pitt makes a surprise debut as a sculptor at Finland Art Gallery. Brad Pitt has unveiled his sculptures in a lakeside art museum in Finland as part of the actor's first ever public art exhibition that came as an unexpected surprise to the Nordic country. 好，那这个 debut 这个字很常见，给大家记起来，然后要记得 T 不发音，首演，好，首次呈现。好，第一个 sculptor， 好 ，sculptor 就是雕塑家，那 sculpture 就是雕塑品。好，再来第三个 art gallery， 好 ，art gallery 这种字也要记下啦，这个艺术艺廊，好 ，art museum 就可能就是美术馆这样子。好 ，unveil 的话就是推出展示这样子。好，再来 exhibition 跟 exhibit， 好，这两个字差很多的念法。这个名词 exhibition h 是不发音的，好，所以你不要想要发 h， 你觉得很怪，念不出来 exhibition， 所以这前面是 x。 好，这边呢 ex 它可以念 x， 它可以念一个字。好，这边是 exhibit， 所以呢发音差蛮多的，虽然这两个字长得很像。
exhibit 可以当动词展出，好，它可以当名词是展览品，好，但美式的话常用来它讲展览会，啊，英式常用 exhibition， 这两个字我其实常看到互换，好，都可以用。第六个 unexpected 刚讲 un 否定自首，好，出乎意料之外的 nordic 就是北欧的。好，再来第二个是看到台风，又是台风。好 ，warnings over floods and landslides in Japan in wake of typhoon, Namado。好，一个叫南马都的台风，好像没有过来台湾这边吧？台湾最近天气不错。好 ，warning 是警告。好，对于什么的警告呢 ？Floods 就是水灾。好，可以记一下。Landslides 好就是土石流。好，这种 natural disaster。好，大自然的灾害本来要写的，但是后来发现好多，这里有十八个，但这都很重要，常看到。我晚一点再做一篇有关于 nature disaster， 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些单字。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也是应该一个标题，标题记得都是名词，大部分。好，所以这是警告。好，什么样的警告呢？水灾跟土石流警告在日本。好，因为这个。南马都台风 Two people have died and more than 100 were injured after Typhoon Namado slammed into Japan on Monday, dumping heavy rain, paralyzing traffic, and leav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homes without power. 好，两个人死亡了，主词、动词，还有呢，超过100个人受伤了，好 ，were injured， 后面副词子句。在什么什么之后，在这个南马都台风，好，中文也是一样吧？台风南马都，好，南马都台风好像都可以。Anyway， 好，这个台风南马都呢 ，slam 就是那个你知道，当你很生气不爽的时候，好，被妈妈骂，砰，你就把门那个关起来，大力甩上，那就叫 slam。好，那也可以打人家一巴掌，也可以用这个字。好，所以这边是袭击的意思，袭击日本。好，在礼拜一的时候，好，那这个 dumping 它是什么啦？这是现在分词，修饰的是台风，因为台风才会下大雨，对不对？ dump 有丢掉的意思，它这边指的是下大雨 ，heavy rain。哦，英文没有 big rain 哈，请不要讲 big rain，heavy rain，torrential rain， 好，都可以。好，下了大雨，好，这个台风造成大雨，好 ，paralyze。好，瘫痪了，使什么不能动的意思。好，让交通瘫痪了，这边也是一个现在分词偏语，一样修饰的是台这个台风。好 ，and leaving， 好，这边指的是造成的，好，数万的家庭 without power， 好，停电没有电，就是 without power， 这样子，这个句子也蛮简单的。啊，这边要注意一下 ，tens of thousands， 英文只有在这样子的用法的时候。这个 thousand 会加 s， 一千元叫做 $1,000， 那个千是不加 s 的，很多人都会说 $1,000， 比方一千不会，两千 $2,000 不对，好，两千一定是 $2,000， 只有在这种 hundreds of thousands， tens of thousands 这个时候才会加 s， 特别注意一下。Warnings over floods and a landslide in Japan in wake of Typhoon Namado. Two people have died and more than 100 were injured after Typhoon Namado slammed into Japan on Monday, dumping heavy rain, paralyzing traffic, and leav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homes without power.好，台风最近都不喜欢台湾，最近都没有来台湾，只有上个雨下多一点，然后之后怎么九月就变凉了。好 ，Number one， warning 是警告。好，第二个 flood 水灾。第三个 landslide 就是坍方。好，那 mudslide 是土石流 ，landslide 也有人叫土石流，总之就是那个岩石，因为雨下了很多，啪啪啪啪掉下来，有时候会变成一整片土地。整个都斜的、倾的，这个叫 landslide。啊 ，mudslide 的话就是很多土石流就这样掉下来。好 ，in the wake of something， 好，随着什么什么而来。好，啊，其实就是因为 in the wake of typhoon， 就随着台风而来，就是因为台风而来这样子的意思。好 ，slam 重重的撞上去。好 ，dump 就是丢下、丢掉。
好 paralyze 这个字呢 UK 好这我们看到蛮多的英式的拼法是拼 SE 好美式的拼法是 ZE 这个就稍微注意一下哎，我的美式没写到好的这其实今天是现在是21号的早上但是昨天其实太累了没写完就睡了就没有录好所以今天再录一下看看今天有别的新闻在做没有的话就做一下刚刚那个讲的天然灾害好那我们今天新闻看到这边谢谢大家宝贵的时间希望大家有点收获我们下次见了拜拜